大家好，我是阿爹，今天是20201月8号，然后凌晨0:30。那现在我已经累积了99普通抽，然后正好这个任务，每周的任务还差一点，然后就可以再拿到三张那个普通券，这样就102抽，所以又可以录一次百抽的影片，所以这是个轻松的影片。那顺便来测试一下，就是，有网友说我的那个影片录起来会变得很小。那我原本是想说，就是把一些旁边补上一些图片，然后看起来就是会丰富一点。那这次试试看，就是只录电脑屏幕上面这个直的这一整块游戏的部分，看看这样上传到 YouTube 会不会好一点。那如果说真的可以订阅到1000的话，那我可能真的要去上那个什么 YouTube 影片那个什么影片编辑的或是剪辑的那个教学的课程。好，那闲聊就到这边，我们就直接来开抽，看看这次运气怎么样。记得这应该是我心愿清单塞满的那个百抽影片，这应该是第三次了，所以加上没有塞满的话，其实也差不多400-500抽了，然后都没有出现一只半神跟恶魔，所以还蛮非洲的哦。然后上一次百抽影片好像一次怎么讲，十抽出两只都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看看这一次百抽状况会如何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十抽，好，很正常哦。好，再来第20抽，啊，也是很正常啊。好，保底来了，有没有两个值呢？哦，阿塔利亚，哎，好，还是我已经累积了500多抽，然后才出现一个半神呢，还是说半神跟恶魔其实有暗中保底500多抽？因为我开场才在闲聊嘛，我说我录这影片也抽了大概快500抽了，应该是这一次应该是第500抽，然后都没有中半神恶魔，然后终于来了一只阿塔利亚，太棒了！看一下，好，我终于有一只红色的阿塔利亚了。太感动了，好，虽然说红色阿塔利亚，其实推图大概也用派不上任务。OK， 好，30保底中了这个半神的这个阿塔利亚，好，然后领一下那个任务，所以我还有70抽，然后再开始继续，好，很正常，第40抽。的十抽不中，第50抽，哎，好，还是很正常。好，再来就保底了，哇，三张，这次运气真的不错。沃克，好，乌龟也可以，雷恩娜，好，看来沃克我可能可以上神话，那我的那个蛮族的种族塔可以玩沃克了。哦，好，这次运气真的很不错哦。然后保底的话，如果说等一下还是90抽的话，我大概就会停在90抽，因为我的钻石也不够。OK， 这是多少？70抽了吧？对，70抽。哦，70抽就中了，那这样30还可以再中。弱伤被改弱，但是没关系，还是可以用。好，这是第80抽。第90抽，哇，运气真的不错哎！哇，魅魔最近是发生了什么好事 ？OK， 好，这一次真的很欧，那个阿塔利亚跟魅魔都来了。好，那很抱歉，我的那个百抽就抽到90抽就可以了，我大概。来看一下种族塔哈，今天的种族是什么？绿翼，我看一下绿翼我有什么清单，记得也是累积蛮多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
这五个我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急迫想要的。好，所以今天就抽到90抽就好了，然后运气真的很好，很久没有那么欧洲了。两只，一只半神，一只恶魔，然后正好都是怎么讲？也不是说很实用的恶魔，就是正好就是它是，算是，一个是高阶换得到啊，这个魅魔也是老牌子的啊，我自己也有哦，反正也是留着，现在我也红加了。好，所以这一次的运气真的很好哦。还是我已经累积了500抽的这个非洲运之后，然后现在一次大爆发。好，不管，反正，这次影片就大概到这边，然后试试看，用这样的方式去录制上传 YouTube 会不会效果好一点？好，那我是阿天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